怎么了？一大早就愁眉苦脸的。哎，我找不到小纪哥啊，而且找了好多天都没有人回我的电话。哪个小纪哥啊？就是那个新锐赛车手啊，组长要我先去拜访他，可是打电话都没有接，手机留言也都没有回。你说的是邱纪元吗？哎，你认识他吗，兰姐？也不算认识啊，但是我认识他女朋友，我可以帮你打电话问问看。哎，好啊好啊，拜托拜托，兰姐拜托你。 老师，哎，你就是我女朋友说要访问我的那个人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就是，我是宋仲斌。你好，为什么讲采访我？是这样子的，因为目前社会飙车的问题非常严重。根据了解呢，您也是曾经从在外面飙过车，后来才转入到赛车场来参加赛车比赛。因为您这段蛮特殊的过去，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采访您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那你赛过车吗？没有。那我个想法。 既然你想谈赛车的问题，那你应该常常赛车的滋味啊。啊，走啊，那你去试试。这不太好吧？哇，小纪哥，这BMW跑车哎。喂。哇，上车了。不要吧，小纪哥，这不太好吧？我是来采访你的。我只是来采访的。废话，别他们都快上车。好，好，好吧。 哎，小鸡哥太快了！天哪！哎，小鸡哥慢一点啊！你是不是男人啊？ 啊！救命啊！好样的啊！明天早上10点又约在这边，我看你要访问多久就访问多久。